高的世界杯怎么变成了小品？奥塔门迪，我说你没事你就没事儿。一场下来嘎吱窝淤青了。节目效果直接拉满。终于知道王子头上的圈圈是干嘛用的了，当卡塔尔输掉比赛。那么你知道这个圈圈为什么是亮声呢？你们这样还能有朋友吗？看足球的和不看足球的我都沉默了。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敢想说谁想努力与你一起。在足球场上你甚至可以踢球。踢人难免会踢到球，这还有被熏晕的。守门员，不好意思，这把我买自己输。躺下的时候是轻伤，抬走的时候是重伤。那天他们抬起我，当时我就眼前一黑，然后我就意识到了，大哥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？那是我年少不懂事，以为只是他们的失误，现在我怀疑他们是故意。那天我一上担架，哎呀，我以为大哥你只摔一次，谁知道他直接撞我脸上去了，好羞耻啊！结果这大哥还想再来一次，幸亏旁边那个大哥看穿了一切。小伙子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怀疑你动机根本就不纯。伤员，我不如自己走出去。本来看胎我的这俩二货，好家伙，直接给我扔地上去了，还跟我解释说他手滑。你们得找点骂队友。这是我队友二柱子，能成事不？兄弟，我来吧。二柱子随后抱起了我，用的是公主抱。听杨来那一刻，我好像一个公主啊！幸亏距离不远，差点爆出感情。哎呀，我的胳膊！你没谁还能比我惨？他们说派车来治我伤，我看这根本就是啊，要我命啊！大哥，胳膊断了。怎么外国教练还会穿去变脸？不会演戏的足球运动员不是好球员。这玩的都是口舌之战啊。不要说谁是谁非，足球也是一种高危职业。